这一段经文就是礼敬三宝，礼敬三宝啊，这叫四弘四愿。这四愿在一切经上、大乘经典都具足。什么是？在你这个什么叫自心呢？后头要详细讲，我大概说是，自心要达到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。没有能力的我，也没所理的三宝跟菩萨。比丈菩萨教我们这样的众生叫自心，这叫无作四弘四愿。无作无愿，愿里头就是愿即无愿，无作作即无作，作即无作呢，心里不要执着。所以先让你自心，自心就是一切都放下，一点执着都没有，你才能达到心遍十方啊！不然怎能心遍十方呢？我们这个心执着得很呢、所以你一进禅时了，就要放下。对，因为我们都用观察轮相，听来好像是很简单似的。你用沾沙轮相，沾沙轮相前边有个义规啊，这个义规就是礼敬三宝。礼敬三宝不是一个一尊两尊，无量无边，尽虚空遍法界十方的一切佛宝，尽虚空遍法界十方界法宝，尽虚空遍法界十方界神宝，而且要清净的供养。这两个字很难呐、清净啊，心里头没有其他的杂念。要我们坚持偶尔的做这么一次，容易呀、我们可能做得到。要是持久，可就不能了。你进禅时，从你早晨到晚上，都能这个心吗？都能不打妄想吗？都能礼敬三宝吗？我检查我自己做不到啊！我想我们这里头有大心菩萨可能做得到，这不是容易，说话发心容易啊，容蒙心发得起来。丈夫院长一听很激动，发得起来，持久心可就不容易了。那么办一天，我可以什么都放得下，坚持，第二天呢，第三天呢，说容蒙心好发，持久心难生啊。所以为什么拜忏就是头三天？你这个沾茶轮用起来啊，是混乱的，简直不相应，因为你心还没定下来。我们沾茶轮得自心呐、不是像我到挂摊上，我给你几个钱，你给我打一挂就行了，我没那么简单的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咱们经常道友们，我看我们道友都发过菩提心，都发过菩提心。发心容易啊，要你满你的心，你可就难了。慈心、悲心、大悲心，三心都具足了，才叫发菩提心呐、我想我们诸位的有很多都受过菩萨戒的，都是大道心菩萨。我讲个故事吧。舍利弗的故事啊，舍利弗他想发菩提心，舍弃声闻发菩提心，
要度众生。他这一发大心，第四天的地主就是长所说玉皇大帝吧，那是菩萨化身的，不是一般的第四天嘛。那他这舍利弗在人间一发菩提心的时候，第四天就来考验他来了。第四天就在路边等着他，舍利弗发了菩提心了，第四天就画个贫苦的女孩在路边等着，就哭。舍利弗刚发菩提心，看见一个这个警戒线前，他就问这小女儿，他说你哭什么呢？我可不可以帮助你啊？那小女孩说你帮助不了我。他说我有能力能帮助你，你说你需要什么吧。他说我妈妈呀害病了，要死了，医生给开了副药，这副药啊药都很好买，药引子难找。所以问他要什么药引子，他要活人的眼睛。那舍利弗就听着就考虑到了，说我刚发菩提心就遇见这个来，现实警戒相就来了。想了一想，对，满足他的愿，挖一个眼睛就给他了。那小女孩说错了，你挖错了，我要的是左眼，你挖的是右眼，不行的了。那舍利弗就说你咋不早说呢啊，已经就有点不那个愿力就有点欠缺了。想了一下子，好，反正我有天眼没关系，就把两个眼睛都挖给他，就挖了。我小女孩拿来一闻呢，哎呀胖腥臭，怎么能入药，啪就给跺地下还踩一脚。舍利弗说大心难发呀，刚一发菩提就遇到这么境界，两个眼睛都挖去了，完了还没满愿，第四天就要了，你的眼睛我还给你，菩提心不是你所能发的。大家听这故事做什么感想？感想现在我们发了菩提心，我想我们道友都发菩提心，没有人跟我们要眼睛，也没人跟我们要鼻子，为什么？我们还没到那个境界下，知道你是虚妄的。如果你假以拜忏，证实你发菩提心，加地藏菩萨加持你发道心。这里十方三宝礼完了，礼十方诸佛礼完了，那就尽你的力量吧，随其所有，香也好花也好，随你自己力量供养诸佛，这叫修供养。礼敬三宝完了要修供养，供养呢还是供养三宝，修供养也修养完了，这供养随意的啊，顶好用惯想惯养，大力的供养，你不要这么几朵花啊，买点水果啊，因为要法供养，法供养是说心，你用心的愿力去供养。对，我跟很多道友讲过，当你早前要供养诸佛的时候，你坐那儿的静心观想，凡是你走过的商场、百货商店或者水果摊儿，你全把它移来。美国的也好啊，北京的也好啊，上海的、台北的、台中的、台南的，你全把它供养来，这叫意念。我曾经这跟一个道友讲，他说：“你说的是假的了。”我说：“我这是真的了。”怎么会是假的？我说你那个供养两天就坏了，我说我这供养永远不坏的了，所以我心不死，愿力在。
永远常在的。大家不要因为真的假的呀，真的全是假的，你的愿力才是真的，那么发愿都是假的了。不会的，这才是真的，假的会坏的。这样理解之后了，这只是修供养啊，修完了供养要净思。我说这是你得拜忏的啊，进了忏堂的时候供养三宝礼敬完了啊，完了就意念了，把供养完了还意念。意念什么呢？供养完了就想意念三宝，佛法僧三宝啊，遍一切处无所不在，这个才是真的。如果大家就在我们这个道场当中，十方三宝都在，你心至深恳切的观观想，佛法经常讲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我这一说你不相信，哪里这里哪有三宝啊，咱们都是三宝，你别把这个房子轮廓干上，把它打开，对，你心把它打开，打到什么样子呢？尽虚空遍法界，无处不是常住三宝。你心有好大，量有好大，法界有好大呀，这个关系非常重要，这不是假的呀，这才是真的呀。那真的容易坏，也容易没有，你这心里头永远不坏的呀。说我死了不坏了吗？你死你心没死啊，你所观想的力量，你所修行拜忏的力量一点也没消失啊，全在。问题是什么呢？是你不信，完了。所以你想拜占叉忏，一定得相信地藏菩萨，相信地藏菩萨在我拜忏之中来给我做证明，来加持我，消我的业障，让我跻身成佛，快点成佛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心，你就顶好不拜也就算了吧，必须得建立这个信心。所以占叉经告你一定要自心，心自诚恳切了，什么都能成就。所以说在你修供养的时候一定要意念三宝，三宝的法体常在，而且无处不在，无所不在。便一念到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在地狱度众生，遍虚空尽法界，无处不是地藏。同时要发愿，愿我所有供的这个香花就是法性，等同法性，我所供的东西样样都是法性，一切诸佛果道都有我在那儿做佛事。那你要想生极乐世界容易啊，你在那儿供养啊，在那儿做佛事啊，极乐世界、东方药力世界、上方不动世界，全一切世界都有我在那儿供养，法性遍一切处。所以大家学占叉忏那也棒，把你那个心放大大的大大的，这你进了忏室必须得做的。对，我听人跟我说，老法师你讲华严的怎么净讲小乘法，讲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三经都是华严，
不要搞错了。就大家听我讲这一段供养三宝的文，哎呀，就是斩茶沦陷啊，谁把你心放大大的，由念时放下供具，供养供佛得摆供具啊，你那水果得摆个盘子啊，供具啊，鲜花都有供具。没有什么时候，没有什么处所，没有供具的，无时不有，什么时候都有。那我就把十方所有的种种香花、璎珞幡、床幡、宝盖，一切珍珠玛瑙，一切妙事庄严，还包括种种的银药、灯明、烛火、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汤药，乃至进食方所有一些种种庄严供养之具，意向摇移，入我的思念摇移，我把他们都搬到来供养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叫我们这么样供养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普遍一些众生跟我一起供养，就像我们现在全体大众，我们一直供养，我们不都想生极乐世界吗？先供养阿弥陀佛吧，你这一作意就供养到了。你说这是真的假的？如果你随时这样一念，随时在供养，你买十斤苹果，买十斤香蕉，买这一屋子花，有限呐，很少啊。如果把你心量打开供养，摇移供养，这个就大了。谁能把你供养坏到？谁也坏不了。你买几朵香花，买一斤一两斤苹果，那个很快就坏了，这个是坏不了的呀。不管我这样供养，常念在这一切世界当中修供养人的很多很多，他们修供养都有我一份儿，我也他哪儿修供养也有我也参加供养了。这是普贤十大愿的普皆回向，随喜功德嘛。这十方法界诸佛的世界有好多大菩萨，但是请法供养我都参加了，我都随喜，这叫普贤十大愿随喜功德。常念些字之中有修供养的我都随喜，那还有没修供养的，我劝他们，咱们大家一起修供养，另修供养。这当你没用占茶轮，地藏菩萨叫你，你得发这么多愿，做这么多的事儿，还要发愿。发什么愿呢？树能遍及一切刹土，就像华严经上所讲的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微尘数诸佛，微尘数那么多佛，每一佛都有个佛刹，微尘数的佛刹刹土，每一个佛刹的刹土都有佛法生三宝，那我都普遍的都以一切庄严供养具，我以一切众生等持奉献，等持是平等啊，持着无量的供养具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佛刹，供养一切诸佛法身、色身、舍利、形象。有的佛是化身佛，有的佛正在说法现的报身佛，有的佛是色身，
像释迦牟尼佛就是舍身，有的佛入了涅槃了舍利，供养的所有供养的佛像、寺庙、塔，啊，佛陀就是塔庙啊，一切佛事，这是佛帐、佛宝，供养一切所有的法宝，还有说法处。这供养包括咱们这现在法座，咱们这说法的法堂，咱看见了有人供养咱们，你看见了吗？没看见，对，所以都在地藏菩萨供养当中，就是看你信不信。我劝大家信，十方法界所有的道场都在行供养。供养佛、供养佛事、供养法藏，还有说法的处所，供养一切贤圣圣众。这个供养三宝的面积呀，就大了，不是咱们所想象的。咱把心量放大一点啊，不要局限。所以，你们知道佛有好大家当吗？佛有好大富贵吗？你不读华严经不知道佛的富贵，等你读到华严经知道佛的富贵，无限无量。就是地藏经这一段，也就无尽无穷无尽的供养，供养三宝，以后就是众生了，愿供一切众生，让一切众生都跟我一样，干什么呢？向上头的供养三宝，如是供养也。供养是有功德呀，有福德呀，有福德还得有智慧，没有智慧不能行起那个供养，那个供养又增加你的福慧，消除你的业障，你渐渐就成了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大家常念一念，慈悲喜舍，对，六种波罗蜜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智慧，这六种四无量心，那你就把你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再加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都拿来供养，供养，从这个生死的苦海达到涅槃的彼那。你说愿力大，你要入世发愿才叫愿力大呀。把一切的众生都从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，在这个中间行这个六波罗蜜、四无量心、十度，这叫法供养诸佛。把我们所有的都升为布施，而且共生的时候清净无染，这种供养清净的也达到了戒波罗蜜，心里头一点烦恼没有，清净波罗蜜，把一切尘垢杂染都消失了，那就成尽禅，就是禅波罗蜜，心无缠恼就是忍波罗蜜，离住这个懈怠就是精进波罗蜜，没有一点杂乱就是寂静的禅定波罗蜜，令一切众生都得快乐，快乐。
慈，慈能娱乐嘛，让众生都能离道，得到快乐，令众生都没有苦恼。怎么样会让众生都没那撇苦恼呢？那就是大悲啊，悲能拔苦，慈能娱乐，愿意众生都得到快乐，那就欢喜无量，欢喜无量。你的心常是平等，没有区别，特别是对苦众生平等对待，没有冤亲，没有冤报，这叫舍无量。慈悲施舍，六度万行，十无量心，同时有观想、回念，深切知道啊，一切诸法本来寂静的，这是用观想力啊，你观想一切诸法没有生灭，本来是寂静的，平等平等，一味平等，离念清净，毕竟圆满。这是地藏菩萨这样教授我们的。你在没用沾茶轮的时候，没沾茶的时候，先把你的心量扩大，大家就听我念这一段。你们说沾茶业报经究竟是大乘是小乘，请你们自己判断好了。又应别夫细心供养我地藏菩萨，你还得自身恳切供养我，或者称我的名，你当称名供养，或者默诵念念地藏菩萨，默诵念一心呐、啊，告言，你光念光恭敬礼拜还不行，还得向地藏菩萨表白，向地藏告诉地藏菩萨说，完了南无地藏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地藏菩萨摩诃萨，成名面满一千，满足一千。说这意思做什么呢？要用沾茶轮，不是拿来就知的了，不是到挂摊给几个钱他就给你打一挂了。经过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圣号，而后你又发愿，又说向地藏菩萨向啊表白，地藏菩萨摩诃萨，说你是大慈大悲的，你要护念我及一切众生，树除诸障，让我一切的障道永远都除灭。我现在信心还不具足，增长我的净信，这个请求的就是坚净信菩萨，因为我们信心不具足，还不说坚定了，发起还没发起呢，所以增长我的清净信心，让我呀所知的轮相诚实相应，不然呢，你不慈悲不来照顾我，这个轮相不相应的了，这请地藏菩萨慈悲，让我所做的所问的事情相应呢，就相合的意思啊。我问什么事儿，那轮相就答复我什么事儿，我就去怎么去做，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好，用轮相请求地藏菩萨指示，地藏菩萨告诉你了，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，表白的。我们要有轮相的时候
先向地藏王菩萨表白，做事于一，这样子拜完了，表白完了，才手执木轮，不是拿过来就执啊，这时候才手执木轮。这个木轮有三种，不是一号织的，然后每天清晨织，就织清净，不行，只用三个，那三个轮，一个红道，一个黑道，一个大红，一个大黑，一个小红小黑，你拜忏时候天天织这三个轮，如果都是红的了，你拜忏清净，这时候你求什么得什么。那织轮时候呢，要摆一个干净的耙子或一个布啊，布上头或者塑料都可以，但是清净的但是扬手旁织。自己有事情要问织轮像，那我替旁人织可不可以呢？光膀也可以，说你自己治观或者要去观他，观他你看那个人，或者你对那个师父，简单说吧，你说这个孟参呢是不是个好和尚，你知一下轮相会告诉你的，我不会向你说我不好，我还没那么坦白向你忏悔，不会的了。但是你可以问地藏菩萨啊，这个和尚好不好，你知一下，那地藏不告诉你还可以，那就信他，地藏王菩萨绝不会骗你，他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。你可以问，你要想拜哪个师父，你可以问我可不可以拜，地藏菩萨都会告诉你的。地藏菩萨极不护短，也不自私，不因为我是他崇拜者，我是他的弟子就护我短啊，不会的了，如实告诉你，你要自己观自己或者想观别人都可以呀、对，都可以。要用地藏，要用沾叉轮法，那个轮法呢，我们这么多人大家要学的时候沾着，他们有很多道友都会的，可以传，大家互相的学习着。第一个要什么呢？要诚恳，诚恳啊，诚恳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经上所说的自心，这个自心地藏菩萨会单跟我们讲的，有上自心、中自心、下自心，上自心我们都达不到，但是圣人才有上自心，但是我们下自心不让它杂乱，心无杂乱，当你进忏时的时候，一定把外边的事情啊，就把它隔到忏时门外，不叫带进忏时里头去，到了忏室里头去的时候，心无二念。你要不会的话呢，哪怕地藏菩萨的，你想着地藏像，口里念着地藏菩萨名号，这就够了，这就算自心了。但是说念念不离地藏王菩萨，就是你拜的拜忏的没得清净轮相，但是你念地藏菩萨拜地藏菩萨，这个业障消业障的业障啊，也给你消了很多，有了很多。你在做梦当中，你在预兆有什么不吉祥的事儿，或者做贸易不顺心啊，不论任何事儿都能得到解决，但是你自己必须有个至诚心，欺骗人能欺骗得到，欺骗地藏王菩萨
欺骗不到的呀，我想这一点大家都相信了，是吧？要至诚恳切的如实的表白，如实表白，你别认为那个对着相说什么不灵，比什么比对人说灵的多呀，人没有那个力量，我绝不欺骗你啊，这些问题我是亲自经验的，对，但是业障很重，我业障很重，对，我刚一送走弘一法师回到厦门去，我在青岛就闭关拜占刹忏了，对，拜了好几个期了，已经沦陷都快要全部清净了，啊，日本占领青岛。就七七事变之后，以后打到青岛，啊，那么就完全停歇了，是大的障碍了。但是从这个沦陷败昧成功之后，我后头这几十年落连得很，就是很苦，很苦，啊。这以后又隔了好几十年，1989年。才在纽约曼哈顿呢，他要求我讲占刹三呢，我就又开始，不是那么顺利的。那中间又经过十年，89年到98年，又在普陀寺五台山坡讲占刹三呢，我就这个中间，又现在今年2009年。1998年2009年，就是一个是说法的讲解学习，大家共同学习这个因缘，都是不可思议的，都不是想象得到的。我到台湾来本来是想锻炼锻炼身体，我在五台山呢已经不行了，刚好一点，我说在山上住着身体不健康，到下头去锻炼一下，到了太原，在太原就很好，再远走一点，这才想到台湾，一想就灵了。来台湾我并没有想再弘法呀，再讲经，感觉自己没这么个力量了。我虽然不服老，但是你95岁了，毕竟还是老了。这是极现实的，不是你承认不承认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好，老就是老了。对，不但老还要死呢，没死就算佛菩萨加持了，哪里还想到讲经啊？没有这个力量，那现在讲起来了，我看大家听的，还没有拍到八成啊，拍了。就是开始讲的时候，我还顾虑到能讲完吗？现在看来大致没问题了，讲完了，谢谢。占刹三呢业报，我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个小尺子，尺子虽然不长啊，都小尺，量一量自己都很清楚，说业不重不生说破，但是我们业很重生的说，但是我们能都闻了佛法，而且很多佛法我们都闻到了，不但闻到，而且还能照着去做，闻还能思，思就是观想啊，不但思，而且还能行，行就是修，说闻思修三昧具足，对，闻了，思里考虑了，我要去做，我也用出占刹轮，我自己不知道我业障大小，那我的认识呢？凡是我们到法会的道友们，
你业障都不大，大了啊，你就遇不沾地藏菩萨这个名号，听这个名字都听不到，你还去学沾叉善恶业报经，学地藏经，门都没有，找不到门。我向大家一定要相信，但是我们业障要清该成道啊。说在这个不清不重的当中，每位道友就看你的自己认识了，看你努力如何。人家说啊，业不重不生说破，我说能在说破闻到佛法，他业不重，生到说破是业障很重啊。但是这个世界在业重的当中能闻到佛法，就是在重业当中你不重。那我们也不要因为哦，老和尚说的我业不重，我可以花天酒地无所不为，那就是业障重了，那不是不重。我说业障不重，你能到闻闻佛法，能够入说而行，就是照着经上所说的我们去做。但是也不要标号太高了，为什么呢？你标号太高了，你达不到，达不到你会退心的了。渐渐来，渐渐来啊，能够闻到而后顶好，你要想拜忏的话，先念地藏王菩萨圣号，念一万声，你一偏息就是自心一点，一万声很容易了，念一万声圣号。在地藏经，地藏菩萨嘱托我们说，你遇到任何事情困难，念我名号一万声。我就遇到困难了，我想到台湾来第一次来不到啊，我就念一万声啊，不灵，办不到。那我加十倍念十万声，还是不灵。我就有点钻牛角尖，我好多事钻牛角尖，我就念一百万声做不到，我就念千万声，就一直念下去了。我念到一百万声，自己感觉到做到了，那护照手续也都办下来了。说一切法咱不要为难，听到经上说很困难，自心呢，我没有自心呢，没关系，修锻炼一下就自心了。